我是 Kelala， 是一个大学生，就一般的大学生。我觉得来读大学很简单，就是来试试看读一读。如果读得有兴趣，那就去考研究所；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就是出去找工作而已。我日复一日在自己安排的路上安稳度过大学生活，也算过得舒服和惬意，因为可以上完课就回去休息，休息够了。可以吃自己想吃的饭，重点是，我还有可靠的室友可以帮我买晚餐。你想你要去买晚餐了，对啊，那你要帮我买吗？可以，那我等下再传给你。没问题。然后空闲的时间可以玩遍自己想玩的游戏，这样的生活只有一个字，爽。但是这样的生活并没有持续的太久。各位同学们，我们今年开始有 USR 计划的活动要办。那今年第一个活动是小朋友的寒假营队，我非常推荐各位要来参加，因为毕竟交了这么多的学费，就不要浪费机会，去体验更多你原本没有机会可以参与到的活动。表单链接发在群组，详细的资料各位可以再参考看看。过来，带着他过来的人，认为妈祖有保佑他们，就把他们供奉在台湾这边。那我觉得，就是对你们来讲，就是我们。要一起哦，一起。请问它是什么？这里这一卡。大学四年时间，我积极参与各种有关偏乡服务的活动，包括画面上这次的课后补习。在看到小朋友的需求，我意识到持续和长期有效的社区服务有多重要。但是此刻，我的脑海抛出另一个问题：对我自己来说，这样的服务真的有意义吗？参加营队和参加后的收获，是我入学时没想过的。我开始重视一个人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，至少在小朋友的教育上是这样的。我是 Kelala， 是一名大学生，我成为了这样子的大学生。